有几个渡人的同修，他想请教师父这样的问题：有个女同修家人不修，然后这些同修他为了孩子在家里苦苦的煎熬，担心自己如果守下孩子之后呢，将来孩子无法学佛，所以一直在家里委曲求全。但是这个女同修她的愿力又很大，她真的很发心，愿意放下人间的东西，一生拼命的弘法度人。当同修为了佛法放下家里以及孩子之后，他想问菩萨是不是会为孩子的教育做最好的安排呢？当然会了。这个就是说要看他发心多大了。很多法师他们舍去小家进入大家，你说他们的孩子菩萨会不会照顾啦？他会不会庇荫家里啦？还要讲啊？好啦。好。那同学应该就心里就安心很多，感恩师父开示。对呀、啊。